6月21号是中国24节气当中的夏至日，这一天北半球白天最长，夜晚最短。在西方，人们会聚集到英国的巨石阵庆祝仲夏节。周四凌晨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人聚集在英国著名的史前文明古迹巨石阵，等待仲夏日的第一缕阳光。人群欢呼雀跃，太阳出来了。夏至这天，日出的光线会精确地穿过祭坛石的拱门，照射大地。在这座建于4000多年前的古迹，目睹这一刻，据说可以消灾祈福、疗愈伤痛。而在中国，夏至标志着炎热季节的到来，大地万物生长最为旺盛。民间则有冬至饺子、夏至面的说法。这一天，家家户户要吃过水面。新唐人记者易文上镜综合报道。